有人说，味道是记忆中最深刻的连结。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能感受到味道，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里有一种能捕捉感觉神经转换成大脑讯号的功能，同时能记录生活中的气味和记忆。阳光的味道，大海的味道，花草的味道，熟悉的声音，还有美味的食物。